心脏出问题呀、啊，紫红色，今年最流行，芈月晚期涂的就是这个色。我的妈呀，我还以为吃了一成熟的大腰子呢。什么玩意儿大腰子？人家特意画的。老公啊，今天家里没人儿。你想咋的？说，你爱我。你说你爱我，就当对芈月说了。嗯，拉倒吧，还不如对腰子说呢。来，赵刚子，你不爱我了？你看你这个人，你看你，你看你干啥呀？你真是的，你。那你说，你爱我？爱我，爱我，爱我。嗯。哎呀。哎，这咋还有个感叹号呢？赵刚子，赵刚子，赵刚子，赵刚子！哎，我咋还喊出回音了呢？这是啊，赵刚子，这家伙，啊、你咋的？你找他有啥事儿啊？我找他拼了我！啊，那赵刚子不能在家，谁能在啊？谁在我跟谁拼了？我跟他全家拼了我！那这都不在，全没了。你是谁呀？我呀。嗯呐，我他家保姆。雇佣关系啊？啊，对，雇佣十几年了。老保姆呗。我老啊啊。行，你给赵刚子捎句话。捎啥话呀？说我跟他没话。那你让我捎啥呀？捎我这一腔怒火。他们家赵刚子太欺负人了，不是拉我们家电闸就抬我车，今天翻着白眼把我车轱辘锁了。啊？那你咋看见他翻着白眼把你车轱辘锁了呢？我猜的呀，后槽牙都能想出来，肯定是翻着白眼把我车轱辘锁上的呀。好、啊，你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啊，消消气儿。那啥，他特别忙，也不知道啥时候回来。哎呀，搞不好晚上他都不回来。没事儿。姐带日用品了，我今天在这住了，我跟他死磕。哎，我说，你把那个搓澡巾给我拿来呗。这不有活的吗？啊？哎，你把搓澡巾给我拿来。赵刚子的声音呗。那啥，我不是怕你俩打起来吗？他在后边洗澡呢。那干脆你进来给我搓搓后背吧，我够不着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我给他搓搓后背去啊。这都什么关系啊？保姆管搓背，我的妈呀！来来来，完事儿了，完事儿了，来来，你坐吧。你离我远点儿。你这保姆当的不易呀。啊，习惯了，十来年了。那就是说，你还挺忍辱负重的呗。我啊，这。是不正经家庭雇佣你这不正经保姆呗？那你咋说话呢你呀？我咋说话的？你咋说话的呀？赵刚在家，为啥不在家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又来了！我估摸着今天你就得来我家闹来。站那儿！我跟你说，为啥锁你车？坐那儿！我坐着也是这个话。为啥锁你家车？地上。刚子。哎。你的个人情况呢？我已经完全掌握了。我啥情况你掌握了呀？你口味挺重啊。不是，我是爱吃大葱。啊，对，顿顿他都吃。你就别说话了。赵刚子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的个人爱好呢，我可以不妨碍。但是姐今后在小区的所作所为，你必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以后咱俩井水不犯河水，你听见没？我咋觉得我啥事儿被他拿着了呢？他拿我啥了？行啦，别装了，我不都说了吗？你的秘密我可以替你保密。我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啥秘密你替我保密呀？还非得让我说明吗？你说。洗澡。啥洗澡？搓澡。
哎呦我的妈呀，搓澡也算秘密啊？我全中国都有这个秘密。行行，都对啊。行，麻溜的把我车开开行不？车肯定给你开，但是我再次跟你说，你要是乱停车的话，以后还得锁你的车。不是赵刚子，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啊，你在这跟我俩臭不要呢是吧？什么臭不要？你信不信我到物业一扒扒你这身皮就得给我扒了？哎呀，咋着？你还要到物业告我去啊？这回你又告我啥呀？都是本地狐狸，你在这跟我俩装刁呢？哦，你勾搭人了，被我看见了。不是，你等会儿。宝贝，等会儿，你说清楚了啊！我勾搭谁了？我勾搭谁？你说清楚！我他。哦，我勾搭他呀，那我是勾搭了。啊！我天天勾搭他，我勾搭他十几年了，我必须勾搭他，我不勾搭他，他不高兴，是不？啊，对。你俩在这一起臭不要呢？哎呀妈，这叫臭不要啊！我今天给你来个完美的臭不要，看着啊！哎呦，太明目张胆了吧这也啊！这还算明目张胆呢？多恶心！我告你俩去！我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这么告我不行，你没证据，来，你干啥？手机举起来，你拍个视频，这就当证据了。为了让你能够停好车，我今天还就臭不要了我。我爱你。哎呀，赶紧捡起来，保一条，快点的，老公老公，哎，继续说你爱我，快点，继续说。你等会儿，你叫他啥？老公？这是我老婆，俺俩两口子。俺俩两口子，哎呀，俺俩两口子，你气人不气人？有这么好笑吗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控制不住我的情感了。哎呀，我受不了！你说的是他们家保姆啊？是你刚才不进来说跟我们全家过不去吗？我不是怕沾包吗？行，你家人厉害啊！我上一次来，全家合着伙的调理我，这次俩人就把我给涮了，是不？我跟你说啊，不是我们涮你，是你自己涮你自己。你可拉倒吧！我跟你说，锁你车不是目的。那你目的是啥？是锁你的车。为啥锁你的车？你老乱停车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停哪儿呢？小区有停车位啊，你进停车场啊。他不让我进啊。你不交钱能让你进吗？我没钱呢。没钱你买车？那不有停车位吗？我就买了辆车。有停车位你停啊。他不让我进啊。你不交钱能让你进吗？我没钱呢。没钱你买车？他不让我进吗？不，你进呢、啊？你没钱你能让你进吗？那他不是有停车位我就买了辆车吗？他不让我进，没钱你有车呀、啊？你蹦出来呀！行，赵刚子，行，我乱停车了。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呢？我找不着你人。你不知道给我打电话吗？上次拉你家电闸，找你就找不着，打电话你就不接。我今天打了你仨电话，你还是不接。你那陌生号码我能接吗？你就不会把我的电话号码存下来吗？现在什么社会了，还存电话，多老土啊！那你说咋不土？加微信，加就加，扫一扫，摇一摇，咔嘞咔一咔咔。哦，叫啥？金刚钻。你叫啥？瓷器活。加上了哈。加上了。咱俩就是朋友了呗，就是朋友圈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咱俩现在就按圈里的规矩来。行，你先晒一下你的想法。可以，亲。是这样的。小区就是咱们的家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对不对？对家得爱护。你像你这样不遵守规矩乱停车，别人都出不去了，这家不就乱了套了吗？我是物业，我要不管的话是对你不负责，对业主不负责，对咱们整个小区不负责，句号。在我能不能回复一条？可以。我不是不想交停车费，我刚想去交，咔嚓，钱包丢了。我刚想去补卡，咔嚓，你把我车给锁了。你说我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要等会儿。你今天丢钱包了？呢？你在哪儿丢的？我要知道在哪儿丢的，那还叫丢吗？那叫掉。不是，你是不是撂在咱小区了？嗯。我跟你说啊，
我今天在小区刚捡了一个钱包。哎呀，那是我撂的吧？那不一定，那咋能证明是你撂的呢？嗯，我问你，你那个钱包是个啥样的？是个包。那不跟没说一样吗？你钱包里有啥？有钱。那不跟没说一样吗？除了钱还有啥？卡。我对你的智商堪忧。除了钱和卡还有啥？还有一张照片。你等会儿。等会儿。哎，真有张照片啊。这照片里边这个女的是谁呀？我妈。那不行，你不能说是你妈就是你妈呀，那咋证明她是你妈的，对吧？你不能随便说呀，对吧？我咋证明我妈是我妈？那你必须得证明她是你妈，你不能乱说。屏保上是我妈。是吗？啊，对，是一模一样，这钱包真是她的。那行了，物归原主，拿走吧。你就这么的还给我了？怎么的？怎么还的？还搞个仪式啊？拿着。你知道这里有多少钱吗？我不管多少钱，你看看钱少没少啊？不是，我是寻思着哪个二傻子捡了能还给我呀？不是你意思我二傻子呗？不是哥，我意思是你是寻思着别人捡了你这个钱包不能还给你，那呗？别这么想啊！你钱包里边钱再多。那也不是我的，那是你的钱，别老把人想这么不好，明白吗？咱这世上好人多，此地有雷鸣般的掌声。哥，啊，谢谢你，我真心真意的感谢你。这会儿知道谢我了？不是天天在小区里面追着屁股后面骂我的时候了。这我跟你说，你这钱包可不能丢。钱无所谓，你这样也不差钱，关键是你这里边卡多呀，你是没见到全是卡呀，你这卡要到银行里边补办的话，那可就天荒地老了，明白吧？啊，哦对了，还有，我呀今天呀锁你的车的时候，我一看，哟，你这车呀是豪车，但是你这轮胎有问题，知道吧？你指定是个新手，老跟马路牙子过不去，你那轮胎边上都磨薄了，天马上就要热了，容易爆胎。你要万一爆胎的话，那就不是钱的事儿了，是不是啊？对。我建议你换两个前轮。怎么的？你要四个轮全换呢？哥，哎，一开始的时候你这个人挺烦人的，后来呢，熬过这一波呢，我又觉得你这个人挺男人的。其实你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形容，哎呀，松开！那是，你最好还是形容一下吧。形容啥呀？就哥他可爱，他可爱啥呀？一根筋，那是执着。二傻子，那是实在，专跟你过不去。那咋不跟你过不去呢？那是跟我有缘分。他是头倔驴。那怎么能是一头驴呢？那就是一匹低调而有性格的千里马。哥，哎，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亲哥了，以后你说啥我都听。真的吗？那我得试试。你这么着啊，你现在就把这停车费的钱交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让人把那车锁给你打开。行，记住了，以后一定要按规矩办，明白了吗？那行了，走吧。好。哥啊，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青梅竹马的关系了，以后有事儿私聊啊。白龙马，天儿吵心，别人不知道以为是头铁驴。看啥呢？没有没有，我就说随便看一看。把他拉黑了。不是，你这刚加了人家，你这有事儿呢，你这拉黑你不？我叫你拉黑了，拉拉拉，嘿嘿嘿，拉拉拉拉，嘿嘿嘿。这咋还唱起歌来了？你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不用拉黑啊，我改个名儿不就完了吗？改啥名儿啊？白龙马。白龙马，蹄儿朝西，别人不知道，以为是个倔驴。